人是从哪里来的呀？从春日部来的。哎呀，春日部啊，真是个好地方。结婚呢？有没有孩子啊？有个正调皮的5岁儿子，老二是女儿。哎呀，5岁那是最可爱的年纪哦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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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心，你帮我按一下背好不好？遵命。哎，你轻一点嘛。小心。那么先帮我踩背吧。来，再从上面一点。小心的体重刚刚好啊。来，腰也帮我抬一抬好不好啊？就这边，再抬重一点。不疼，不疼，不疼，不疼。好了好了，谢谢。